好吧，天冷了，吃点热乎的，吃个鲍鱼，再吃个虾。又做这么一锅？只要你喜欢吃，我每天我都做给你吃。嗯，太香了。老板，快别吃了，给我来200块钱海鲜。200块钱，你家冰箱得有多大？你家冰箱能放得下？200块钱能有几包呀？在咱们家，一张都用不了。老婆，快别吃了，给大家好好介绍一下。大姐，大姐，太香了啊！你介绍介绍。来，三包大哥带王扇贝，三包啊。三包鱿鱼脖，每包啊400克的。两包深海章鱼须，两包无沙花甲肉，再来两包蛏王肉。今天啊，在小妹家下单哥姐了，每人再给你送上两只澳鲍，一箱一共14包海鲜，只需2.9还包邮哦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